牛哥，你拿的这个树枝准备玩什么花样啊？现在不告诉你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搞得挺神秘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过来这边准备挖几个陷阱，也是以前我爷爷经常来弄的，就是装螃蟹的，所以现在开挖。因为这边两边都是红树林，这边是一些草地，所以在这边挖是最合适的。这个弄好了，在旁边再弄多几个。看来牛哥准备大干一场了。我搞了几个五星级的家给他们，如果他们不过来，也太对不起我了吧。现在挖到第几个了，牛哥？第三个了。累不累啊？等一下回去又可以吃六碗饭。这是什么？像一个酒坛子，以前练酒的就这样的。如果不搞工程，太浪费人才了。我这个陷阱的原理就是，上面小的，下面大的，它那个螃蟹跑进去的，它就爬不上来了，因为这里是斜着下去的。好了，再弄一个，啊，完美。又一项伟大的工程即将诞生了，牛哥，有什么感想吗？如果我不赶海了，可能我要去当包工头了。四个，全部弄好了。我拿两条这个大网鱼丢下去，不知道会不会引来螃蟹。如果到时候抓不到，可能我妈妈会揍我一顿。试一下吧，期待有大收获。这两条鱼翻开，哇！现在我用这个四肢来盖好，把这里搞阴凉一点，它那个螃蟹在里面，它就不想出去了。盖座五星级酒店给它住吧。纯手工制作的，拿了一些草过来，这样子，它就是阴阴凉凉的了，冬暖夏凉，啊，舒服吗？肯定很舒服。旁边有那些缝的，如果有螃蟹可以往这里跑进来。里面那么阴凉，它进来了可能就不想出去了。耶、yeah ，垃圾要带回去。好了，做好了，期待明天有更好的收获。走，回家。今天我妈翻了一下冰箱，说不见了两条网鱼，她问我拿去哪里了，我说拿去给那个蟹将军吃了。现在过去看一下昨天挖的那几个陷阱，看有没有收获。现在来到海边了，昨天我挖的那个陷阱就是在那个红树林中间一个空地上，现在过去这边很多那些螃蟹洞啊，你看，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，在这里，对，都没有把铲子带过来，不好抓。这个如果挖开，你看，做一个螃蟹洞，高大的，只能抓那些陷阱来抓它，因为在这里有那个红树林，
长在旁边，用手也拔不下去的，很深的。今天中午那个潮水涨上来，你看把那个四肢都推到这边来了，因为这段时间中午的潮水有三米多高的，全部把这里淹没了。赶紧挖来看一看，你看，我都迫不及待。那个草都不见了，还剩下四只。不知道有没有东西，你看，挖开，那个水还没退干，摸一下，有吗？别小心被它夹到了。我的那个鱼还在不在？鱼又不在了。你看，小小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找另外一个看一下，找另外一个。哎，有个螃蟹的钳子在这里。哇，这个水这么满啊！用你这个吃饭的家伙倒它，捞一下它。有吗？有挖了那个洞进去。有啊。哎，你没看到？水太满了。这长脚，把那个长脚了。哎，把这个汤里一个下来。耶，断钳子了。人家好水坑啊，我来逃这个陷阱。不干了，没看到啊。哥，哦，在下面。把它夹起来。小的，小家伙。小家伙，把它夹起来。哦，半钳子。哎呦，出来。没有吗？我挖了一个洞进去了。昨天那么大一块，那个鱼肉全部出光，有三个家伙，有。把它放回红树林吧。对，把它放半夜，如果半夜这个水坑里面，等一下人家过来了，会把它抓走的。把它放到里面是最安全了。像这么小的螃蟹，如果到八月份了，就可以长到差不多半斤到一斤的左右了。好了，把它放。在我这个，看到了，在我这个方向，没看到。青蟹的，哇！哇，大钓！看到钳子都不得了。如果放手下去哦，抓了，起码呢，那手指头都会断了。幸好那个潮水大一点，要出的话，你看这个还有一块那个鱼肉在这里。难怪不舍得走。大宝贝，蟹完了！哇，你看还夹的汤，还夹的鱼饵。你看，要跟你示威。好松，好松，好松！你看，人家都没吃饱，你就把它挖上来了。值了，这个拿回去妈妈就不会骂我了。应该有一斤多吧，蟹将军，蟹王，看到没有？先把那个装在这个袋子。
看这个有没有金星。水都满满了。牛哥，你这样倒水好像不对，你看，你倒了它又流回来了。要不我为什么叫棒棒牛啊？哎，倒着倒着。哦，好像没什么东西。没有啊。挖一下，它有时候会产生那个。这个就旁边。他就挖洞，小的，小洞。又是一个这种，这种都是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抢的软的，到现在就这么大了。做古老的方法还是蛮有用的，不过那小的比较多。你看这个蟹王啊，有这个陷阱这么大，厉害呀！好了，来看一下今天收获，抓了一个蟹王。大青蟹，好了，盖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放在了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